文一，文一，你干嘛去了？春明，你来了。嗯，我去收了点东西。哦，我看你这几天闷闷不乐的，一直不开心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啊，就是有点累了，感觉。文一，肯定有事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跟我说呀，咱们不已经说好了吗？有什么事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你就跟我说嘛。真的没什么事，陈年，你别问了。婉仪，婉仪，婉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婉仪，我来帮你，慢一点。婉仪，你跟我说嘛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陈年，真没什么事，你别问了。别哭了，我知道你肯定有事。你看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，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，对不对？婉仪，你就跟我说嘛。陈年。我跟你说吧，我妈她给我打电话了，她说她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她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为什么？我们怎么就不合适了？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啊，婉仪。婉仪，我妈说你现在事业有成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以后肯定会有很多的矛盾，而且他说以前你让我受了那么多苦，现在又回来找我，肯定不靠谱。婉仪，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够好，让你受到了很多的委屈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好想好想弥补你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婉仪。可是我妈她很固执的，她不会轻易改变的。婉仪，别担心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吧，婉仪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克服困难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跟妈妈说，让妈妈改变我们的看法，好不好？好。婉仪，我爱你，这份爱不会因为任何困难而改变。你妈妈现在不了解我，但是我会努力让他了解我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了。我相信，我们可以一起克服这个困难的。陈明，我也喜欢你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婉仪，我们先不用着急，等你妈妈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找一个机会和她好好的谈一谈，让她了解我的真心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相信我们的爱一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，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背后支持我们呢，对不对？可是陈明，我真的好担心。婉仪，别害怕，有我在，我会让我的一生去守护你，让你幸福的。陈明，我担心我们走不下去了。不会的，婉仪，我们的爱情经历了那么多的考验，不会轻易被打败。可是我妈她放心吧，婉仪，我会让你妈妈看到我的真诚，让她相信我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。婉仪，走，我带你去散散心。